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兴氟酸 Fluoricum Acidum 和 Hydrofluoric Acid 和兴氟酸，这个疗剂是适应一些人通常比较年纪大的，或者已经有些衰老的，或者提早衰老的人，那人呢通常都是青青啊，面青青啊，很消瘦啊，肌肉松弛呢，还有一种即是可以说是崩溃了的啲病人，身体已经差到很厉害的，那也都适合一些体质比较衰弱，皮肤萎黄消瘦还有呢有些水肿，四肢水肿的老人家的。好了，在那个临床方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叫做瘘管 ,fistula, 瘘管可能是肛门的瘘管可能是牙齿的牙根的瘘管或者是泪腺的牙那些瘘管这个是可以应用的。或者有啲舊嘅瘌舊嘅傷痕慢慢變做紅又痕亦都呢有時呢出現嗰啲紅點東一度西一度，呢啲紅點呢就熱敷會差，凍敷就舒服啲嘅。咁呢啲紅點呢可能呢慢慢呢係出現嗰、那個蜕皮。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嗰啲牙齒方面嗰啲牙齒呢嗰、那個珐琅質咧係好鬼好弱好不足牙齒一黑黑黑睇嚟好唔靚，好肉酸嗰啲咁嘅。咁呢種情況咧，嗰、那個興氟酸係好好用嘅。興氟酸咧亦都係用喺一啲靜脈嘅潰瘍靜脈嘅潰瘍。是 very good ulcer， 不是只是静脉肿胀那么简单，不是静脉，是直情静脉的溃疡。那你会看到呢，因为静脉肿胀的部位呢开始出现呢是肿和开始溃疡的，那也都会呢是一种很即是会烧的热
啊，即係覺得好熱，但係咧熱咧就會唔舒服嘅。嗱、啊，如果遇到呢啲咁樣嘅靜脈嘅潰瘍咧，呢個一個好嘅療劑嘅。好多人咧遇到呢啲情況咧，都識得用個金盏花嚇、啊、個藥膏咧，係幫佢敷佢嘅。咁同啊，仲有一種嘅靜脈腫脹咧，比較通常咧呢種靜脈腫脹係比較痕啦、啊，嚇、啊、同啊同埋咧有種燒痛嘅嚇、啊、燒痛嘅。咁所以對呢種嘅靜脈腫脹或者靜脈個潰瘍咧，呢、這個啊嗰、那個啊興氟酸咧啊 ，fluoric acid 咧 ，fluoric acid 咧係首選嘅療劑嚟嘅。另外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是、褥瘡啦，啊 bed sore 啊。所謂枕瘡嚇、啊，即係啲人咧係啊長期卧床，令到咧卧壓嘅地方接觸嘅牀嘅地方咧係出現潰爛啊！咁呢個咧係嗰個 fluoric acid 咧氟啊嗰、那個啊興氟酸咧係好好應用嘅。咁亦都出現啲孩子小朋友啲牙咧一出咗咧就即刻爛嘅嚇。啊同埋咧，係有多啲瘡啊，嗰啲牙肉好多瘡。咁啊，呢、這個療劑嘅人咧，係通常記住係怕熱嘅啊。佢雖然嗰、那個可能個傷口好熱，但佢就係好怕熱嘅。好啦，另外一個應用嘅地方咧，就係嗰啲 keloid， 我哋叫做啊斑瘤係嘛 ？keloid 即係通常啲人咧有咗傷口，跟住呢個傷口咧越嚟越大，或者一嚿肉咁樣肉牛咁樣嘅呢 keloid 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用喺呢方面嘅。咁尤其是咧，當你呢啲斑瘤啊、keloid 咧係潰瘍啊啊唔復合啊，咁你即時咧就諗到呢個 fluoric acid 呢個療劑嘅啦。好啦，咁呢個療劑咧喺嗱，始終喺同療法咧好多嘅療劑係幫你處理係多方面嘅嘅臨床上遇到嘅問題啊，咁今日就介紹咗呢個 fluoric acid 嚇，希望大家咧係可以幫到大家嚇喺適當嘅時間。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